你叫什么？你不要再生我气了，我错了，我保证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提大脚哥哥了。好好的前途男儿不爱，却跟奇人暧昧不堪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如果我能把他抱回家里，我的病就可以治好了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长命百岁了？你就不怕我吃了你吗？那你来啊，动不了了哈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人就是好搭档了。在下都台尉巡卫苏九儿，我虽然弱小，但是绝对不会抛下你不管的。我呢，天生强大，保护你这么个拖油瓶根本不费力气。每次我好像一碰到你，我就可以恢复体力。韩公子，你把手伸出来给我碰一下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有洁癖，你碰了别人就别想碰我。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只有你行，别人都不行啊。伸手，老老实实给我待着。